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看讲义第五章，教理行果。第一题，我们从别者看起啊，别者，一切法门皆断惑真正难念，今为净土求生一法，福祸待业往生意也。看这一段，首先是世尊这一代言教所要传达的是教育。前面通者，那是通一切修行法门。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门，所要传达的教育内容，教导我们在道德品行上转恶为善，转迷成悟，把我们过去思想上行为上种种与道德相违背的这些错误，这些迷惑颠倒，回过头来啊，觉悟了，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了，能够认真修正过来，就能转恶为善，提升我们的人品道德。但是单单是这样的话不够，因为佛告诉我们，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能成佛的因。世尊在大经里头就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我举个比喻，佛这个境界好比学校学位最高境界，我们讲博士。那么今天老师对着学生们说，你今天认真求学，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将来啊，拿到这个最高的博士文凭，等于是在学位上最高。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条件能够做佛，所以佛把这成佛之道给我们说明白，告诉我们六道凡夫为什么迷惑颠倒了，继续造作恶业，所以你永远跳不出这个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哦，听佛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迷惑颠倒，就是因为被自己的烦恼习气贪嗔痴慢所控制，造杀盗淫妄种种的恶业。那既然造了业嘛，你播下的是恶种子，恶种子将来开花结果，结的自然是恶果，谁来承受啊？因果报应告诉你，
自作还得自受，这个公平啊。你修善积德，你将来得善报；你敢造作恶业，你自己将来受了果报。啊，佛家讲的这个自作自受，这是宇宙因果的自然法则，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在主宰，跟佛菩萨没有关系，跟阎王老爷也没有关系，跟上帝也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法则啊，没有说自作请他人来受，或者别人做了果报落在我身上，没这个道理。一切众生明白了这个自作自受的因果法则之后，有善根的他就会往众善因这个方向去落实啊。那么佛法传到我们这个世间，第一桩事情就是要解脱我们的困苦。我们的苦是什么呀？哦，你说师父，我啊钱不够用，我苦啊。哎呦，师父，我啊，你看人家养的儿孙多孝顺啊，我养的儿孙不孝顺我，我苦啊。啊，这世间啊，你能够指出来的这种种苦，我们去向老师抱怨，老师告诉你，哎呀，你这个叫什么苦啊？啊，你还没遇到真正的苦，哦，还有比我这个更苦的呀？有啊，佛说，你要这一次一口气不来，这个时候刚好你造作的恶因开花结果，结恶果了，那你是不是得自作自受啊？是啊，到哪去受？三途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道。佛告诉我们，堕到三途恶道，这个才叫真苦。你钱不够用，你儿孙不孝，什么叫苦啊？佛经里头给我们介绍三途恶道苦，讲的太多了。啊，那么佛就告诉我们，你既然今天做人啊，有机会听经闻法，能够懂得明白这些道理，你也接受了，那么我把修行的方法教给你，你按着这样的方法去学习，啊，学到你有一天跳出这个六道轮回，不必在六道里头受果报了，真能摆脱业力，处理六道生死，这是学佛的根本。而不是说要成佛吗？如果你一天还在六道里头不能出离轮回，你那什么叫成佛？那个叫打妄想。要成佛没错，必须摆脱业力，出离生死，你才有资格说我要行菩萨道，我要成佛。所以一切佛法来到我们世间，不是教你赚多少钱啊，啊，也不是真正说我求身体健康，我求幸福快乐，这些都是枝枝末末，根本就是让你看清楚六道轮回的苦，然后升起出离心。所以
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门所教导给我们修行的方法，都是断烦恼。轮回哪来的？轮回是因为你造业来的。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我们有烦恼。什么烦恼？贪嗔痴慢。外头财色名利叫外缘，财色名利来诱惑我们心中的贪嗔痴。这个时候你是贪心做主啊，或者你正在发脾气的时候，叫你不要骂人，不要生气，你控制不住。当一个人是被自己的烦恼控制，是你的贪嗔痴做主的时候，你就是奴隶，你的烦恼才是主人。他要你笑你就得笑，他要你发脾气你就得发脾气，他要你骂人你就得骂人，他要你造罪业你就乖乖得听话。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贪嗔痴指挥你的身口造杀盗淫妄的种种罪业。明白这个道理，你不要被业力控制，你就得通过修行降服自己的贪嗔痴。以前是贪嗔痴控制我，我是奴隶，通过修行有功夫了，我控制贪嗔痴。哎，贪心起来了，我修行有境界，把它压下去。那个时候我头脑清醒，我叫你不能贪你就不能贪，你控制了贪嗔痴，杀盗淫妄的罪业自然就少了。还造不造？偶尔造。那么在六道里头告诉你，还造有一点点的罪业你就得受报。那怎么办呢？把修行的境界再提升，刚才是讲一起贪心我把它压下去，境界再提升到什么？连贪嗔痴的念头都没有，这就叫断烦恼啊。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教给弟子们修行的方法，统统要把贪嗔痴烦恼断尽，你才有资格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出离轮回。讲义里头讲的，这一切法门都要断惑证证，惑就是你的烦恼，证证恢复你本有的那个佛性。但是后面告诉你难啊，佛陀那个时代的弟子们人家不觉得难，为什么？人家上根立志啊，等于是一般同学里头他们都是优秀顶呱呱的学生，听经闻法修行，人家当下就断烦恼啊。那么除了这种顶呱呱的学生以外呢，弟子里头还是有很多中下根性的。你看好比我们呢学校上课啊，一个班级50个学生，你说50个学生顶呱呱的那有多少个？10个手指头给你就算不完了。哎，次等的呢最多，然后最后就是那些笨瓜啊。那么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一样啊，上根立志顶呱呱的学生修着断烦恼的法门，人家出离轮回去了。中下根性这些学生呢，不能够说他偷懒，他也用功修行，但是呢这不是那一块料。哎，
他也很认真的参禅学密念佛，修到自己这一期生命到了，快要死了，还照样是迷惑颠倒，不能断烦恼，等于是最后的考试交不出成绩单来了，那不能断烦恼，一口气死了，业力又在牵引着他的神识再去投胎啊，投胎到哪就不知道了。那你说像我们这些中下根性的凡夫多啊，听了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发大愿我真的要成佛，听佛在经里头说六道轮回恐怖，听了我也很担心，我要不能出离轮回的话，如果我死了以后啊，再随业再来投胎的话，谁给我保证啊？我一定能投胎做人啊？没有人给你保证。万一做不得人，到哪去？人要做不了，三途恶道去。这就是我担心的呀。一旦到三途恶道去，第一，第二，时间太长啊，地狱一天，人间三千七百年，地狱众生短命的一万岁，长命的万万岁，鬼道一天，人间五百年，短命鬼一千岁，长命鬼千千岁。畜生啊！你说畜生，畜生寿命短啊，做鸡二十天，做猪六个月，那不是好吗？我去投胎做猪，顶多六个月，还吃得饱饱的，人家一刀咔嚓下去，再见，我投胎了，是投胎没错，投胎到哪去？再回来做猪。我上次不是做猪了吗？是没错，你上次做猪了，那这一次为什么又回来做猪呢？问问自己一辈子吃了人家多少猪肉，问问自己一辈子吃了多少鸡腿，啊，吃人半斤得还八两，少一两都不行。等你啊，过去生杀生吃肉的这些债还得快还光了，你才有资格脱离三途恶道啊！这样一转一圈再回来投胎，给诸位说，不是论多少年多少劫，你可想三途恶道时间有多长，这些道理我们都听懂了，真的害怕。那么佛陀啊，我也算是听话的学生，你怎么说我怎么学，但是你说我笨，我不能断烦恼，那不能怪我啊，我天生下来就是这个，能怪吗？你做老师的，你能怪你班上的学生呢？你能怪他不用功，你不能怪他笨，我就是那个笨，那怎么办？老师看了看这些学生，算了，这些断烦恼的法门你肯定是没机会的啦，我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法门，就是适合这些中下根性的学生，没有能力断烦恼出轮回的，就是净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因为这个法门不必断烦恼，伏烦恼就可以了。啊，什么叫伏烦恼呢？刚才讲的断烦恼是烦恼断尽的人，断烦恼的人从此以后他不会再起妄念。断了烦恼的人心里还有没有贪嗔痴？没有。
阿罗汉断烦恼，虽然还有习气，但是他不造业，因为习气控制不了他，烦恼才控制他，所以他不造业，他就跟六道不相应吗？啊，这是讲断烦恼的人。因为我们断不了烦恼，那么佛教我们，你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佛号一一出口入耳，嘴巴念，耳朵专心听，啊，把这一句佛号专心听住了，你其他的妄想杂念自然没有。所以很多同修念佛念到起烦恼，说我一边念一边求清净心，我一边念一边要赶走我的妄念，你错了，你永远不得心清净，你还动一个念头要去看自己的烦恼，你就上当了。那烦恼怎么办呢？不要去理会它，你只管顾住你的阿弥陀佛。我用个比喻你明白，烦恼好比是黑暗，念佛修行好比是光明。那么你看，光明跟黑暗不能并存，有光明绝对没有黑暗啊。这个屋子黑暗，那就表示没有光明。那我问你，这个屋子黑暗啊，你怎么把这个黑暗给赶走呢？你赶得走吗？你赶不走。但是我不要黑暗啊，那我在这个屋子里头，我把这个灯给点上来，黑暗不就没有了吗？同样的道理，你如何去赶走你的妄念呢？不需要啊，你只要修到心清净行了。那清净心怎么修啊？念佛法门这个方法就很容易，你专心，你摄心，当你注意力正在专某一处的时候，其他的念头自然放下。你正在专心做你的电脑作业的时候，你不会打其他的妄念，哎，你脑子正在想着一个问题，正在急惊会神啊，正在想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时候，你真的这个时候心里只有一念啊。家庭主妇啊，你看你啊，专心看电视连续剧，就钻到都摄心在里头了，厨房的锅都不晓得烧破了多少个了。哎，专心我们行呢，好，既然行，佛教给我们就用你行的方法，你会的你就专心。那么现在是专心念着一句阿弥陀佛，你嘴巴念，用你耳朵专心去听你念的声音阿弥陀佛，这样的训练，训练到你啊完全摄受在这句名号的时候，妄念自然没有。那么就这样的去训练，训练到什么叫修行，念佛有功夫呢？别忘了我们没断烦恼啊，你也断不了烦恼啊，贪嗔痴还有没有？有，但是当外头财色名利来诱惑我贪嗔痴的时候，我才第一个念头刚刚起贪心要去造业的时候，还没造，正想要去造，第二个念头就是你念佛的功夫，把你的贪心压下去，让你造这个业造不成功，这就叫福烦恼啊。平时能够这样训练到自己起贪嗔痴，
念佛就有功德力把它降服住，这些都是训练。训练到你晚年临命终的时候，也能够把烦恼习气降服住，像石头压草一样把它压下去。有没有断？没断。虽然没断，在我念佛的功德下面，那这个时候心里是什么？清净。你这个时候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叫清净念。心中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到临命中最后一念，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阿弥陀佛知道你啊，已经是最后一念了，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西方三圣马上现在你面前。死了没有？还没断气。看到阿弥陀佛了，神识马上离开肉体，这个时候才断气。所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死的，不是断气了以后才去的。几乎是神识离开肉体跟断气是同时，因为阿弥陀佛发过大愿，什么人在临终最后那一念啊，你头脑还清醒要往生极乐世界，你还能称念我的名号，阿弥陀佛说我一定来接引你。所以我们能去极乐世界不是自己去的呀，自己没有能力去啊，是你满了阿弥陀佛的大愿，最后一念头脑清醒，最后一念我就是要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你成功了啊！是阿弥陀佛带我们去极乐世界的。哦，师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容易了，为什么平时要念佛念得那么辛苦？我就记得临终最后一念念阿弥陀佛就行吗？你还怕我忘了？那我就叫莲友看我快要死的时候来给我助念啊，莲友在耳朵边啊劝我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难道我还听不到吗？你别打这个如意算盘，我告诉你，平时修行的功夫要没能扶住你的烦恼习气的话，临命终的时候你绝对扶不住自己的妄念。扶不住妄念的人啊，虽然旁边的人也给你讲要念佛啊要念佛啊，你也念啊，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是妄念做主。这一句佛号叫什么呢？嘴皮念。到临命终的时候念不出来啊，这个叫少善根之人。你不要打如意算盘啊，你要平时不肯修福德的话，福报不够，临命终晚年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大病一场，你千万不能神志不清昏迷不醒老人痴呆。我问你，那个时候你能念佛吗？还有临命终的时候那些无形的冤亲债主你挡得了吗？那些无形的冤亲债主别人看不到，这个快要死的人看到。你看你想想，以前家里有老人要过世的时候啊，有的甚至几个月前几天前啊，他一直给我们投诉，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啊。为什么睡不着呢？就是一大堆的人围在我床边啊，啊我被子明明盖好的他给我拉被子，要不然他就是干扰我。你看你看你看
那么多个就站在门口，站在这个窗口，我们一看哪有人呢、啊、就他看到，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有这样现象的话，那你得小心，这个老人不久了。这些无形冤亲债主，他能感受到他要死了。我们人有气场，冤亲债主平时为什么不来找你算账呢？我们气旺盛，他们阴我们阳，他想来报仇，他靠近不了你。等你晚年，尤其是快要断气那个时候，你看那个灯烛，那个油快烧尽的时候，那个光是最暗的。这个快要死的这个人呢、啊，磁场是弱的，累劫冤亲债主逃命来了，只有他自己看得到。问问，这个时候你躲得了吗？这就叫少因缘之人呐、啊！啊，所以说，哎呀，那不是很简单吗？临终念念阿弥陀佛就往生呐、啊。佛就在《阿弥陀经》里头明确地告诉我们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就是刚才我讲的这几种现象。你要不是善根深厚，不是多福德，不是善因缘的人，你不能往生。你不信啊，你就明天到医院加护病房，你找几个看他喘气都快要断气的那些啊，你去教他念佛，你看他能念吗？啊，念不出来。平时要多用功啊，所以平时啊，说打佛七啊，多念佛啊，念佛人要佛不离口，要住不离手啊，就是训练自己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要念到你随时都能念出来。现在我们功夫差，我们现在念佛要有外缘提醒，看到阿弥陀佛的像，人家跟你合掌阿弥陀佛，耳朵听到念佛机的声音、哦、你才会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这些外缘，你不会念佛、啊、你这个叫没有功夫。功夫好的人，念头一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自然念佛。你问他什么时候你念佛的，哎，找不到，只要我念头一静下来，阿弥陀佛名号自然升起来啊，该做事的时候他照样做事，他不会糊涂啊。晚上做梦，特别是做噩梦，你不惊慌恐怖，你这个时候还能念佛告啊。平时你看看看我们自己，遇到紧张的时候，惊慌恐怖的时候、啊、大家都试过这种情况 啊， 啊，忽然间整个心脏啊好像被压挤一样，哇、哦、那个好紧张啊，哦，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念阿弥陀佛、啊、你脑子里头还会想到阿弥陀佛吗？你在发脾气的时候你还会想到阿弥陀佛吗？你在骂人的时候还会阿弥陀佛吗？骂着骂着骂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骂着骂着骂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问你，你在造业的时候阿弥陀佛跑哪去了？就叫没功夫、啊、那只有用老师教给我们最笨的这个方法，这一句佛号多念，就是训练自己念到你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升起来。你每一天早晨
一睡醒的时候人还躺在床上啊，清醒了，明天早晨看看试试自己，这个时候头脑清醒了，你第一个念头是不是阿弥陀佛？如果不是，你没有功夫。你说头脑清醒身体健康尚且不会念阿弥陀佛，晚年体弱多病，这个时候神志不清，再加上冤亲债主来干扰，更不会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的要求是什么呢？哎，你临终最后记得念我啊。那你说师父，我平时念很多哦，就偏偏最后一念忘记了，可以往生吗？不能往生。阿弥陀佛的要求是，你平时念多少我不管，我只认你临终最后一念要念阿弥陀佛。那么临终最后一念能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平时肯定功夫得力。那这些平时念很多阿弥陀佛的人，为什么到临终他念不出来了呢？平时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啊，功夫不得力。什么叫功夫不得力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嘴里也念阿弥陀佛吗？啊，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念佛的时候，打佛七的时候，你看，哎，那些打佛七的人，最常见表演两件事情：第一，一边念佛一边睡觉；第二，你要叫他不睡觉的话，他就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多少个叫真正念到心清净的呀？啊，所以平时不下功夫的话，临终是你满不了阿弥陀佛的愿，不能怪阿弥陀佛。那么这样的一个除烦恼的修行法门哦，跟刚才那个讲断烦恼的法门相比较，我举个比喻，断烦恼好比你考试100分，满分；除烦恼好比你考试50分。啊，那么今天阿弥陀佛这所大学接引学生的标准50分。50分，阿弥陀佛就来带你。你不是凭自己的本领出轮回的，是阿弥陀佛把我们的神识灵魂带去西方极乐世界。一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算出离轮回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3000年前，在他老人家麾下那些听经的弟子们，上根人少，都做阿罗汉去了，中下根性不能断烦恼的人居最多。所以佛为我们介绍了这个除烦恼啊，待业，那些以前造了罪业，能带吗？只要你那些业、那些种子还没有发芽，还没有变成果报，都能带。所谓讲的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造的善业，你造的恶业，只要还没现果报，都能带去。那如果已经开花结果，已经现报的呢？不能带，你就乖乖的受报。啊，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在极乐世界再修行。所以今天我们修这个净土念佛法门，是因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不能修到毕业。毕业叫什么？断烦恼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劝我们，你既然在我的学校啊不能毕业啊，我呢帮你做转校，
把你从娑婆世界这所学校啊转校转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那要求呢？哦，阿弥陀佛那边的要求啊，只要你考试50分，你就转到那边去，就在那边啊去让你考100分，哦，那边就容易了啊。极乐世界修行容易，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里头啊，后面会再提。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拿断烦恼100分的法门跟除烦恼50分的法门来相比较，那个断烦恼难，而且在今天末法不止难，叫做不到。我们真的做不到断烦恼。50分除烦恼这个法门是所有一切法门里头它叫最容易啊！你看那些阿公阿婆不认识字的，什么叫做信愿行不知道，什么叫做戒定慧不知道，他只知道念阿弥陀佛，他只知道要看破要放下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呢，有时间就多念，念累了我休息，休息好了我再念。那在家里呢，人家煮好了饭我就吃饭，饭好吃我吃多一点，饭要不好吃我今天当减肥。老人家在家里呢，闲着没事做，不要多管闲事。所以我常常奉劝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你也退休了啊，你也不是在家里当家了，家里的柴米油盐啊，可能是你儿子可能是你媳妇当家去了。我说你们这些人啊叫圣贤人。什么叫圣贤人呢？你是剩下来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看你偏偏就在家里啊不死心，喜欢做家里的管家。什么都要管，柴米油盐要管，啊，那孙子还吵不到老婆，你也要管。那你一天天呢，就心犹千千结啊，这样的念佛能往生吗？不能往生。那你别看那些不识字的阿公阿婆啊，他虽然道理通通都不懂，但是人家真的万缘放下，他就是真的是闲着没事做的人。啊！但是他记住一句话，师父讲的，念着念着看到阿弥陀佛来了，马上跟阿弥陀佛走。你看，净土法门就让这些阿公阿婆往生去了。过去印光大师所谓的，那他说，莫要让往生的这个利益啊都让那些不识字的阿公阿婆给得去了。说这一句话是说谁呢？我们啊，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啊，经教通吗？通。什么叫信愿行？什么叫戒定慧？什么叫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止通，还能教人家。佛念不念呢？念。佛七都不晓得打了多少回了，那为什么不能往生呢？道理很简单，看得破放得下吗？第一，能放得下你的恩爱眷属吗？咱们每一个念佛求往生的老菩萨们，你就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躺在那个床上或者在炉里聊啊，哦？旁边不止莲友给你助念，还围着一群你那些心肝宝贝啊。我问你，你放得下吗？
啊，这些恩爱眷属哦，你看他眼泪滴滴答答的在那边流，你还有一念放不下，你不会念阿弥陀佛啊，躺在自己的床上，啊，尤其是什么，在你家里，啊，所以我常劝要往生的同修，第一，不要死在医院，死在医院呐，是没有福报的人，那，所以你赶紧回家，你给你儿孙开家庭会议。啊，告诉他们，我要不行了，你们孝顺，把我送医院去，啊，如果医生说命都没了，没得医了，赶紧把我领出来，我不要死在医院，啊，医院不是一个好磁场，啊，这个你们自己去体会，啊，但是事实真的。医院真的有好多的有形无形的冤亲债主，啊，那不死在医院，送回家，送回家也不是一桩好事。你看，我们中国人以前不是说吗？什么叫好命呢？要寿终正寝，就是死在自己睡的那张床上才叫好命嘛。那我今天学佛，我告诉你，不好。为什么不好？你躺在你那张床上，你想了想，这张床躺了50年，躺了70年，以前呢，啊，旁边还有个老伴躺着，啊，现在不管是老伴走了，还是老伴还活着，你叫他老伴呐，啊，我们躺了几十年呐，啊，我最后一个愿望，我死了，你再陪我躺一个晚上行吗？吓死人了，啊，你问问他肯不肯？啊，转左边转右边，哎呦，我看到这个70年前的老嫁妆啊，就想到你18岁出嫁的时候，这个 我老爸送的呀。转那边看看，哦，这个是我什么时候做生日，我孙子送的呀。我告诉你，你去不了啦。你能放得下你一生所拥有的财产、名利、地位、享受吗？想着想着，忽然间想起床底还有2罐金子，忘记交代。那时你满脑子就是金子，啊，你不能往生。那师父，医院不行，家里也不行，你叫我到哪去？到道场的如意寮。我们道场就将要建立如意寮。这个如意寮是我当初的计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房间，中间摆着一张像医院的那种病床，到时你快要断气了，把你送进来，莲友给你助念啊，你躺在那边看天花板，阿弥陀佛，转左边西方三圣，转右边西方三圣，前面西方三圣。干嘛？让你死心啊！啊，你不接触到你的老嫁妆，你不接触到你那些财产的话，少了这个念头啊。那儿孙来的话，我们会劝他：如果啊，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话，那就最好不要进去助念啊，免得啊，让你爷爷奶奶分了心啊。那么你们就在外头念。那莲友呢？啊，这些这个会助念的莲友就在里头帮忙助念，啊，时不时劝你要提醒正念。这是10几年前我到台湾去参访的时候，我看到祖云法师的道场，他设了这样的一个助念的地方。回到新山之后，我就依着这个设想，我就建了这个如意寮。那么我们讲堂啊，也正在增设这个如意寮啊，莲友啊，这个快要往生了，你要能送到如意寮来呀，啊，让莲友轮班给你助念，
你这叫多福德，善因缘之人啊，少一点福报啊，从医院送过来半路就断气了。为什么断气呢？塞车啊，你在那边干着急啊，塞车啊，那着急有什么用呢？那为什么人家可以通行无阻就送到如意寮啊？多福德之人。所以临命中要能够在这样无障碍的状况之下，连有连般助念，让你升起正念，不容易啊，不是求来的，平时得下功夫修行。那么给诸位说，这样的助念，这样的善因缘修行，是世尊所有一切法门里头最容易、最简单、最方便、最直接、最了当、最稳当。还有没有第二个法门比这个更好的呢？诸位，如果你再找到还有第二个法门比这五十分的法门更容易的话，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法门四十分就可以出轮回的话，赶紧来告诉我们，我们全部搬过去，这个净土法门我们不要了，还有更容易的嘛。那么诸位，我今天我胆敢跟你打包票，没有净土法门在我们末法是唯一啊，凭自己五十分修行的功夫，叫自己修行的力量，另外五十分的这个分数是阿弥陀佛给的，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净土念佛法门叫二力法门，其他的修行法门通通叫自力法门，其他修行法门要凭自己的本领断烦恼。阿弥陀佛法门二力，五十分一半自力到福烦恼，另外一半愿力，阿弥陀佛当初发的大愿。法藏比丘当年他发愿说了，哦，将来什么人能够在临终最后一念都能念阿弥陀佛的话，我一定来接引他，这是佛的愿力啊。你问还有比这个更容易的吗？我告诉你，没有了。那么世尊一代十教八万四千法门就在断烦恼了生死，而净土念佛法门是特别针对我们这些中下根性凡夫没有能力断烦恼，但是真正我们发了菩提心，真正是想成佛，真正是愿力娑婆，佛就教你修净土念佛法门啊。所以大家看底下总结啊，世尊一代十教就是所有法门，就是教我们转恶，转恶为善，转迷，转迷成悟，转凡，转凡如神。你念佛，你参禅，你学密，就是教你断恶修善，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开智慧，最后要跳出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一跳出这个六道，你就不是凡夫，你至少也是个圣人啊。那么方法，这是针对我们说的，一念阿弥陀佛，福祸往生。那么这个道理，在后面的五章，通通给我们介绍净土法门，啊。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是示警，这就是警告我们，你要知道的。盖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一句话在《楞严经》里头，啊，阿难向世尊的报告。阿难说：“此诸众生去佛见缘，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他说：“哎呀，往后的这些众生啊，离世尊、离佛越来越远呐、啊。”我们今天离释迦牟尼佛3000年了、啊，啊，那又怎么样呢？这佛法传久了，大家就不愿意学了。你不愿意学的时候呢，魔王就来了。如果魔王跳在你面前呢、啊，劝你不要学佛，你就不相信了。哎，你是魔王，我认得你。你是魔王，你还会相信他说的吗？你不相信。魔王聪明的地方就是，他也懂得说法，像这样坐在讲经台上也给你讲经说法。这个公案出现在世尊临入灭前最后一部经《般涅槃经》里头，魔王来祈请世尊入灭，佛也很慈悲，看看跟我有缘的弟子啊，该度的都已经度完了啊，那缘尽了、啊、我该走了啊。那么魔王看到世尊，哎呀，听我的祈请了、啊，接受我的祈请，3个月后就入涅槃了、啊、那么他就告诉世尊、啊、在正法时期、啊、在相法时期，你的法强，我的魔弱，我要障碍你，我要骗你那些弟子们很难，但是我有耐心等，等到你末法，现在我们这个时期叫末法啊，我怎么骗你的学生呢？我那个时候叫我的子子孙孙魔子魔孙通通进佛门来剃头出家，披你的袈裟，也坐在讲经台上讲经说法，但是说我的魔法。世尊听了不回应他、啊、这就是今天大家看到佛门的乱象。今天你看到的佛法已经不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真实面目，变了。那么我拿重点，魔王说法，魔王说什么法呢？魔王尽管能说法，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劝你不要聊生死出轮回，劝你生生世世发愿留在这个世间。你学佛，劝你修求人天福报。所以最后说，包括我们念佛啊，本来就是50分就可以了生死的呀，但是他劝你念佛但求人天，不求往生者皆入邪魔多矣呀。看看咱们今天佛门吧，诸位，或者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我们今天自己也勉强算说是我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吧。那么在座诸位问问自己，自己今天学佛念佛是求人天福报多呢，还是求往生多？
如果是求往生多的人，绝对不会在修了功德之后还跪在泥塑木雕的佛像面前祈求我佛菩萨，你要保佑我身体健康，家庭平安，事业顺利，全家发财。你那个是求人天福报，而念佛人心中只有一求，把我今天念佛的功德作为我晚年能往生的资粮，我别无他求，这才是念佛求往生。但是大家看今天佛门的现象，说佛弟子学佛的人很多啊，念阿弥陀佛的人也很多啊，多少个是为了生死而学佛的，多少个念阿弥陀佛是为求往生极乐世界而念的，教你求人天福报，你就上了魔王的当。这个上魔王当的这个事，在前面第一章我花了几十堂课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啊，你可以倒回前面第一章去听听今天末法佛门怪乱现象是能够怪到什么情况，能够乱到什么样的样子。但是今天见怪不怪啦，我今天念佛我是一心一意求往生来的啊，谁要叫我求人天福报，谁要叫我发愿生生世世留在这个世间做人间菩萨，不管说这话的人是名气多大的高僧大德，谁呀？就是魔子魔孙，就是来骗你不要求往生的。那么净土法门的教，世尊四十九年的言教，最终对着我们这些中下根性的学生来说，这一生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只有依着念阿弥陀佛，希望到你晚年临命终的时候，你的信愿行三资粮能具足，临命终的时候啊，脑筋清醒，能够临终无障碍，蒙阿弥陀佛接引西方极乐世界。但是相信的人不多，你必须对净土法门的道理明白，你才肯去做。所以教第二就是要明白净土法门的理。好，今天时间到啊，明天再为大家介绍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